比吼，即公司用来要安怎，啊做甲拢无无啥有无，讲起袂通的啦。另外一个就是要讲起袂通的啦，是要离我们的住家要有一段距离。很显然，我们画的那个区块，它画起的区块旁边就是住家。市员张世贤、北河区看头里长陈惠君、北河农会理事长郭清泉、甲社区居民，八号一透早就来到台南市农业局长李朝堂的办公室，提交反对设立农业资源中心的联署书。张世贤表示讲，北河区看头里并不是畜牧的集中区，无理由外地鹿农、鸡农来趁钱，煞甲动物的饲料车到这来，里面绝对袂接受。本来宿舍要来，我讲唔免啦，要来上这个代志讲哦，局长知影吼，啊局长嘛理解到这个情形啊，所以讲啊，我直接甲讲哦，后日来要勘察，就免过来勘察，直接就剔除啦吼。迄对地方来讲哦，袂第一点无好处啦。啊，这个做鹿农的，这牛屎啥有无吼，都上紧的，上紧就柳营农场啊，迄上紧的啊。所以讲希望讲哦，咱的政府吼，都爱选定迄个较近的啊。较少经过人个砖头诶，啊无你甲车去到阮了后，阮个百姓哦受袂了啦吼。农业局长李朝堂接下联署书后表示，市长黄伟哲对此相当的重视，要求农业循环资源利用中心，若是要来设立，一定爱零污染、无臭味、远离社区，而且若是居民来反对，袂使随意来搭引设置。零污染啊，第二个就是爱零臭味。爱零臭味，第三个则他们社区吼，啊，爱也当当也当接受了，要你也抗议，你嘛不爱做啦，咱嘛不爱做啦，所以、哦、啊，所以今仔日我坐遮坐来代表民意来吼，应该是这个案，我着慎重来考虑啦，啊，不是慎重考虑啦，爱拒绝啦，我拒绝我是啊，啊，讲较紧啦，啊，但是这个头前这几个市长所设的这几个这个。这个条件，显然伊是无符合吧。根据了解，农委会这次要来设立着农业循环资源利用中心，选择在安定、新营、北河六家四处待腾的农业用地，目前搁伫进行选址的评估当中。北河看头里的地点，隔一条路就是客家，居民知影之后，拢相当的愤慨，纷纷表示，一旦进驻，一定会围路控制到底，希望中央重视基层的声音。南台新闻，萧明兴、新营采访报道。